这天气太热了嘛，这今天今年，哎呦，谢谢这个一号这个健康之路啊，这个同行与你同行送的这个礼物，所以今年没什么产量，还有这个 MSOHO 这个送的这个人气票，谢谢谢谢大哥。姐姐，你也来挖吧，我们。你姐就算了，你姐的话，真的那个锄头她都拿不明白。唉，我也去干一下活吧，兄弟们。姐姐呢？那你就把土豆都，捡到那个筐里边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我先干两下啊，因为医生说我缺乏锻炼，所以我干两下。那小伙，先让我弄两下吧。上面有一个大的，哦，这么也可以。来大片呢，剪。不剪。哎呀，这大片，这大片呢废了，这大片呢是废了，这大片呢是纯纯废了的。烦死了！还不回去给我做？哇塞！哇塞，这我可以。哇塞，这个可以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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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，目前第二名，这个。哇塞！小兔子给你挑身，真的吗？都不要了吧，对。对。烦死了，都是怪那个我妹妹啊，弄把我弄到这个土豆地，然后一直挖挖挖挖，脏死了我脚都，还不回去，我就得想回家了。你回去吧，那就。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人两个人在这里。你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。炕上的土豆一挖一麻袋，是的，一挖一麻袋很多，土豆太多了，一筐一筐的背。我是属于那种干活的料吗？我不属于干活的料的，我是属于躺着睡觉的那一种，玩手机那一种，干活不属于我。你看哥哥他干的活，你看你，烦死了，不要干了嘛，回家了。哦，现在我们两个回去给那个小狗弄。偶像，你不要弄嘛，你就过来直播，啊、那个全都给小谷弄就好了。你播吧。真的是，那个不适合你干的，那个是属于小谷干的，适合他干，不适合我们两个干，弄得我的裙子都脏了，烦死了。你看，弄得我裙子。这先把这些草给除了，再挖。太过分了。回家吧。我的裙子都脏完了。这还不够吃，还不可以吃。可以、啊。看一下这个炒的吃好吃。好，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啊，还没点赞的继续的再点点赞。大片呢是不干活的，大片呢为什么这么胖呢？为什么这么壮呢？是因为他每天不运动，他除了吃了碎碎了还得吃，吃了拉，拉了吃，拉了还不洗手。所以的话他就这样，知道吧？啥？我这是这么好看的手是属于干活的那种吗？不，你这手不干活那干嘛？你说干嘛？就这么看一天天啊？哎，废了废了。来直播间的哥，哎呀，谢谢，不要送礼物了啊，谢，感谢这个 MS， 然后直播间里面送礼物的都谢谢你们了啊，但是我听弟弟一句劝，把这些礼物给我收集下来，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，那更好，这样更理性一点。
所以的话就礼物的话就送不送都无所谓，只要是来到直播间里面的话，就是还没点关注的话就点点关注。对，继续干活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先把那个土豆的那个苗给除了，然后再挖还好挖一点。对，然后点关注的怎么点呢？就在这上方，对，就在这个小黄心点完关注以后，就有一个黄色的，这个让你们去加粉丝团，你们也可以去加一下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关注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。你看这一说关注，你看全场都是关注的，对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哥哥姐姐是不会点关注，或者是就不会嘛，就因为对网络的话会很生疏，所以呢，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手，就做这地方，是不是有两个关注，两个大字儿？把关注点了以后，它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小黄心？对，小黄心点完了以后的话，它为什么？你看有的粉丝在评论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一眼就能显眼的看得到呢？那是因为他们加了亲友团，他们加了亲友团以后，他们的前面名字前面就会有亲友团，然后一。因为每次看我直播，他都会升级，他要升级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级，甚至十几级，是这样的。升级等级越高以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凝聚力，我们的这个距离会越近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是的。所以的话，还没点关注的话，就点点关注；还没加粉丝团，就点开这个黄色的这个小心，加入粉丝团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了，好吗？刀仔，刀仔，谢谢谢谢。我再去干点活啊，我再去干一下活，然后。好吧，先去干活，把手上的活做完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我帮小果再做一下，因为毕竟我每天就是来小果家里面蹭吃蹭喝，吃了这么多土豆，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吃土豆嘛，所以就蹭吃蹭喝，所以的话就干活的话也干一下。哎呦，这大漂亮干活了呀，这大漂亮。我一直不是我在干，你小果他都没干。哎呀呀呀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我的天，这大漂亮居然干活了。你小果刚刚没有干，一直都在我在干脑下。这大漂亮都干活了，好好好，来小果过来直播吧，让大漂亮过来休息一下吧。快点多夸夸我偶像，干活还要多夸夸你，都还要夸一下你，你才干对不对？对，好好，大漂亮好。还有那么多人啊。对，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呢，对，还没点关注继续的再点点关注啊。主播希望你和小果幸福，对不对？你这什么话呢？这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对，你这个，好好好，别乱讲哦。谢谢这个 MS 啊，这个一直在送这个人气票，感谢，谢谢你。哇，送了一千多，哦、100多，对，一百七十多个人气票了，对，厉害。好好好，谢谢你们啊，就让大漂亮干，大漂亮坐一下，坐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是聊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还没点关注。上方关注点完以后啊，谢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哎、好累啊，偶像。好累呀、啊哦，你才动了一下就好累，哎呀，这不行了。好几个土豆被我切。就这点了，就只有这点了，哥哥姐姐们。你有点了。就只有这点了。就只有这点了。马上做完就、啊、马上就可以休息了。这个字了。啊，有蛇蛇，逗、啊、你的，大漂亮，我干吧。没事，我闹下你。可以吗？看一下他们。好，我躺着、啊，我在这大泥地里面怎么躺？没有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夫妻？不，大漂亮还是算了，大漂亮算了。你这大漂亮干活不行。算了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还是让大漂亮回去好一些。你看，让他干活，你说把这么好的土豆给我切成这三四瓣。小果弄的？什么小果？那是小果弄的。我爸妈去上班了，就是在外面打工。那是小果弄的。没，就这一点了，现在只有一丁点了。小果，我来，我再来几下。你会吗？哈哈，不，我以前就是干活出身的嘛。厉害。这不，你看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可以，哥哥干活可以，地地道道的农村人。是的，我22。我22岁，早就不上学了，上到初中就没上了。到现在都不会干活吧？
没有，姐姐她是懒，不是不会干。她小时候干活还挺勤快的，就是长大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有点懒了，就是有点懒惰嘛。不然她啥都会干的，不是不会干，是她不想干，看她就是想不想做。他做事情跟着他态度来的。他，我感觉他也是故意的，因为你看直播间这么多人，然后他就是故意。哇，好厉害！好像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哎呀，是不是偶像？偶像，快点夸夸我！很厉害。干活这么厉害，可以讲。对，你看，我现在你看，我们这边的他在那里，男孩子、女孩子几乎都会干活。是不是？我是最好的。没有一个是不会干活的。你是最棒的。什么小果这么像，却故意不会单飞，人家是真亲吗？我俩是啊。哇塞，这个可以。哪里人？大凉山始德县的，我们是属于始德县的，始德县。有鬼的土豆都吃憋屈的啊！对，今年的土豆不好。子路憋屈了，你这说听吗？一路那土豆憋屈。就是啊，对。现实和想象对面可能才是一对。没有。就是在喜德上面走一点点，具体位置我不能给你们透露。哇哦！这一下子把一个土豆给砍烂了。就那个小山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小山，小善林。对，在小善林这里。萧山里知道不？对，我们是彝族。我说了呀，就是在小善林。小善林。泥没有，家里面有老人在嘛，然后今年没出去。这个盐玉不好，这个盐玉今年真的很不好，产量不行。对，产量真的不行。不是小树泥，对，后面是哥哥。对，哥哥他也是彝族。我们什么的呢？五六九的。好了没有？把线挖完喽。是吧？对对对。是的，很激动。你说彝语还比较好听，你这几年就我们。哇！挖完了吗？你们两个？差不多。那我们，我在明天哦。哦。明天上。哇。好的，有机会去。小鬼，你为什么不干活？哥哥他说他要帮我干，然后姐姐他俩就在那里做了，反正就只有一丁点了。对，我今年我是属蛇的，你们自己也算吧。属蛇的。师傅。这两天哇，只不过之前没有杀人，没有，他是看到哥哥也在做，他也跟着去做了。把哥哥问的熟了吗？对，嗯，对，周岁的话，虚岁的话是23了。对，对，我今天没化妆，我没化妆。你们没看到吗？我额头上的痘痘。子
没化妆呢。好，谢谢这个张姨，谢谢。走。没有土豆了。对，没有，挖完了。哇，这么快，这么快。挖完了，今年土豆不行。哇，我太厉害了，偶像是不是？你夸夸我。好好好。你看，哥哥姐姐们，你看我妹妹她根本就不干活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一个人在干。啊，每次说她干干干。都是我干的，我们家里面的活。那上面那都是谁干的？对，上面那是谁干的？都是我干的。你干的？你在做梦的时候干的吗？啊，都是我干的，我太厉害了。哎，好吧，在那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我不是我干活，为什么要化妆呢？我干过活还要化妆吗？干活化妆给谁看？化妆给土豆看呢？啊，我在家里面还需要化妆吗？哎呀，还是感谢这直播间里面还有3700个宝宝在这里看，63万的点赞，非常感谢啊！哎，确实很久没有锻炼过了。对，自从我2018年开始，我就没怎么做过活了。然后，不然以前小时候的话，我们的话也差不多每天都在做这那的，就是比如说种玉米呀，种什么都在搞。阿木很能干活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他不是阿木。你们看我像阿木吗？像阿木唱歌的那个吗？但是有点像。有点像，不像吧？我们两个好般配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跳起来打你们。好好好，那走，那就回去。那我们把土豆叔回去吧。嗯。把土豆装在那个，对，那里面，哎呀，汗都给我整出来了。刚刚做了一个发型，刚刚自己整了个那个用那个摩丝就搞了一下，然后到这里挖土豆的时候就下雨了，下雨以后就把这些摩丝全部都吹掉了，所以就把头发搞成现在这么狼狈。嗯。哎呀，到片场干活了。都是我干的，偶像，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坏的放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坏的就拿来喂猪嘛。还有最小的，你看这土豆，不行。挖了这么大一块地，就只有这么一点，哎呀。